来到这边古街，白天真的是好安静啊。去那里面做一下美甲，把这个眉毛弄一下，看看好看不好看。哪天去把这个头发也剪一个发型。有的人说剪头发好看，有的人说不要剪，我也很纠结。跟着我小女儿来这里，走进去，跟我家小女儿一起来做一下美甲。我从没做过，叫我小女儿带我过来，趁着今天休息。走进去。做指甲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有的，有的。对，这边先坐一下。哇，全部是漂亮的小姐姐呀！阿姨好有气质哎。没有没有。今天我们做指甲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指甲有挑好款吗？还没有，她从来没做过指甲。哎，还没有是吧？款式给你看一下，参考一下啊。看今天我们来这边特别是谢谢、谢谢。看一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。看我的手适合哪一种？适合哪一种？阿姨的纸巾还是不错哈，阿姨经常可能会做脸颊，或者做脸颊，我们今天就选择先做本甲是吧？平时做的多吗？做事吗？不是，做指甲做的多吗？第一次啊，对。第一次我们先从一些简单的基础款开始做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这几款呢？这款可以吗？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感觉这那个好那个好修长、啊，这种像这种款的话，还有这种技术款，简约一些的款式比较经典一些。可以，这几个色，这个色和这个色，我等等都稍微试一下，你看这样手看你效果好，你再进行选择。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去那边吧。好的，好，走，我带你过来，来。好有气质啊，阿姨，到这边哈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先帮你选好了吗？我看你做什么款式，我先帮你修手。好的。喝水啊，亲爱的吗？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像我这样做了，影响了干活吧？这个不会影响干活，这就是在自己指甲上做，帮助你方便干活。因为我从没做过，第一次哈。我就是看见你们的手好漂亮。那妹妹呢？我经常会做，经常有做哈。她做了应该就知道，做指甲其实这个都是指甲吗？这么大的一块，它放在手上怎么干活呢？就是展是展，只是展是在这个。用本甲去展配，它，它看，来看一下姐姐，烦了吗？出去玩了就弄一个好看一点的配衣服呗。做本甲吗？关键我这几天要去拔牙毛呀。本甲。可以。来这里了。这难干活吗？做了这种就不用干活了，做了手脚不用干活了，碗都不用洗了。是的，然后这样子，老公，我的手不来洗一碗。哎，好漂亮哈，真漂亮。哇塞，这么漂亮的。你喜欢哪种？嗨。现在是这样子，等一下出来的时候是啥样子啊？那老板娘推荐。哇，好漂亮！那款式好适合阿姨哈。嗯。现在流行这个款。喜欢吗？喜欢。等一下他们都不认识我了。那我们期待你的指甲的结果了。我也好久没做指甲了，天天带小孩。天天带小孩。嗯。你这个指甲，就是先如果你有宝宝的话，之前做些简约款的话，对，会合适一些哈。后面带宝宝对不对？是的。我帮你看一下，参考一下。平时都是做简约款多是吗？因为平常也要干活呀。等一下，
嗯，好多呀，好好看，剪的，嗯，对，都挑花了眼，就做这个吧，俏皮一点，可爱风，嗯，我喜欢这种，嗯，这个是非常符合夏天哈，嗯，很清爽的样子。这边是不是没有包？嗯，好看的包。还是半成品，半成品就能看得蛮好看的。像我这样子做了，洗衣服会不会洗掉？不会啊。那多久来做一次？嗯，差不多的话，以健康为主，都一个月一次。这样做一次贵不贵？不会啊，基本都是中等价钱的。像我这么大的年纪呢，有没有人来做？肯定有啊，姐姐也不大，像你这年纪更是好多人都做了。爱美之心，对吧？像我们这个有会员，一般充折比较多，好多折扣都带着女儿来的。折扣之后相当划算，有很多女儿都带着妈妈来的。基本上啊，都是女儿带妈妈一起过来，带妈妈变美。嗯。这里说他们是假骗，是吧？像平时做饭的话，就可以稍微去管一点点。做饭也是方便情况下嘛，你指甲越长越好看嘛，对吧？先泡一下，有点少。亮不亮？亮你呀！我是做的那种最简单的，因为我天天干活嘛，啊，我觉得很漂亮，一下子我的手就上了一个档次了。会说话就是好。那美女给我弄一下眉嘛。感觉太圆像是吗？感觉像是哪里不？修一下眉，又漂亮多了。给自己加那个十分。鼻子好挺，两个面皮子都好挺。嗯，怎么样？好满意。好满意吧？嗯，好好看。满意呢？嗯。满意把单机。好。啊，你们是有在网上团购是不是？嗯，打开你们的这个团购链接。哎，对，你是购买哪个套餐呢？您是购买的我们哪个套餐？就团购的是哪个？哦，团购的我们这个日式任意款式美甲88的是吗？嗯，做的很漂亮，我很满意。哈，看一下，我可以给你们发拍张照片吗？嗯，可以的。我妈妈买的。啊，阿姨的好好看哦。嗯，看一下，她第一次很满意。满意哈？对。下次还会来吗？会。服务怎么样啊？挺满意的。体验挺满意的。服务很热情，很热情。来，我把你的手拍一下好不好？嗯。刚好拍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每个客人他们都要员工都要要求有记录的嘛。嗯，很漂亮哈，好，可以。
我这边的话就帮你上上马，然后指甲的话，我们家的指甲都是10年以内免费修补，就是在有任何情况，客户碰了都可以来我们这边都可以帮忙你们修补一下，然后有任何问题就跟我们联系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帮你们处理的啊。我看到刚刚还有人请问你上面是干嘛的呀？上面是做脸部，我做脸部，然后一楼的话我们是主要做美甲、美睫，还有那个手部护理。可以上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可以。怎么？你看一下吗？看一下，你过节要去玩，去看一下。阿姨有心理吗？非常满意，真的是第一次的。那以后多带你呢。好的，慢慢的就习惯了，不要不感觉不习惯。我们老板娘又漂亮，服务又好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走了哈。满意的话就下次再来啊。好的好的。谢谢哈，大家好，下次跟朋友一起来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走了，回家了，走。